我们现在所处的位置呢，是福建省莆田市的兴化府历史文化街区。在这个宋代建筑林立的街区上，我们将一同穿越千年，共同品味最地道的闽地风情，探访非遗的独特魅力。我们一起出发吧。好，走了。挂，也是一份美好的寓意啊，象征着我们的非遗之光，对，装扮我们的生活，也照亮我们新的明天。